学校组建特长生班，同学们，学校准备把拥有学习以外的特长的同学聚到一起，组建一个特种班。没想到学校这么重视我们，这不明摆着把我们成绩不好的聚到一起，免得影响普通班的升学率吗？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学校只是想为你们量身定制特长课，提高你们考上大学的可能性。学校真是用心良苦啊！这不就是为了提高升学率吗？好，名单上的同学啊，来这边登记一下。哎，走吧，我们又不一定在名单上。名单上有没有咱俩？你得过什么第一吗？我喝水第一算吗？班上没有人能喝得赢我。先天游泳圣体，你做游泳特长生。好的，老师。来，你有什么特长？是我鼻子特别灵，第一时间我就能闻出是谁放屁。先天警犬圣体，你走那个宠物特长生。谢谢老师。张二主，你从小到大得过什么第一吗？那可太多了，我想想啊，每天放学我第一个走，食堂开饭我第一个到，学校通报批评次数排第一。我完了，我一个第一都没有，都是第二，你能让一个第一给我吗？这怎么让？这要靠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。还争取？你们俩真的就是荣誉了，需不需要我给你们颁个奖啊？不用了，朱老师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那可以请校长过来给我们颁奖吗？闭嘴。我换种说法，你以前有没有学过特长什么之类的？我记起来了，我以前学过散打，还创下了全班没有人敢挑战我的记录。好，没想到你居然是先天散打圣体，你是把他们都打服了吗？哼，没错，不是，他一碰就骨折，同学们都不敢跟他打，怕要他赔钱。你还有别的什么特长吗？可能还有啊，让我想想。哎呀，你自己想吧。史俊龙同学，你有什么特长吗？特能睡，特能吃，还特能拉。你给我憋着啊！我问的特长是你有没有那种特殊能力的特长？哎，老师，我知道，他还真有。哎，你说他特别会抄作业，能抄的一模一样，就连字迹都和别人完全相同。可是我每次都是抄的第一名的，但最后得的还是零分，好奇怪啊！你是不是连人家名字一起抄了？啊，名字不用抄吗？没有大脑，但是复制能力极强，看来你是……那我不想上早自习。这垃圾桶都快溢出来了，来，来个人去把它倒了去。啊，壮士我去。行吧，你去倒吧。好嘞。啊，壮士，那个垃圾桶太重了，我能不能让史俊龙陪我一起去倒？你叫上他一起，那能是去倒垃圾吗？真的是太重了，我一个人搬不动。行，快去快回。好嘞。温习室的门怎么没关？这也就是我们了，换别人真不一定帮温习老师把门关上。哎，等一下，既然我们都到这里了，要不顺便再进去看看东西有没有丢吧？有道理，走。来，我们玩这款赛车游戏。好。还好小彩是门没死，要不然被校长发现又要被骂了。都快下课了，这俩小子都还没回来，我就知道他们不会安分的倒垃圾。这俩小子倒个垃圾倒的人都不见了，不会是跑到校外去了吧？去查查监控。我感觉我们玩的有点太久了，我们得回去了。哦，对对，走走走。哎，怎么了？门打不开了？不可能吧，我来试试。真的打不开了？那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叫人呗！救命啊！男人打了。应该有水呀，害得我渴死了。我怎么会有水啊？那要是我们一直没被发现，不得渴死在这儿？我还不想死在这儿，你快想想办法，摄制组。我倒是想到了一个办法，贝爷在荒野求生的时候曾经用过，可以保证自己不被渴死。什么办法？就是喝那啥。喝那啥？这不卫生吧？你都要渴死了，你还讲什么卫生？好吧，拼了。徐龙在干什么呢？啊，我们得救了。朱老师，给我来办公室。我就知道我信不了你们，你们倒个垃圾也能够整出这事儿，自己说怎么办吧。我们写检讨，对，当着全班道歉，我们以后再也不敢偷偷注意危机室玩了。还有呢？啊，还有啥？你们俩都还是学生，又都是同学，不能走太近啊。走太近？那个话我就说到这儿啊，我还有课，我先去上课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搞误会了。我闯入同学的幻想世界。这古代的文臣就好比我们的科代表，那组长就是武将，可你不就好比那他想啥呢？进去看看。这哪儿？这是五官考核正式开始，有请最后一位选手登场。俊龙这是想在幻想世界里当官啊？竟然是他。他怎么？武学天赋最高的人，真正的天之骄子啊。是上个体育课他哭爹喊娘。那幻想世界里你想要当官？
把乌合之众一起上吧，好强大的气场。强大吗？他装的。擂台上站到最后的人获胜，考核正式开始。看不起我，看不起我，看不起我，看不起我。哎呀，你这是把对手当傻子是吧？哎，人呢？他竟然消失了。哎呀，你们低头看一下呀，这1.68米小个，你抬头看得着吗？哎，有人玩赖了。你到底还出不出手？哼，看着吧，横扫千军。终于有武打戏份了吗？哎，什么东西？竟然还有心量出招。是你俩？你俩要把我的眼镜戴上呢？哼，是我，我的速度无人能及。你太强了，我决定拜你为师。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啊！知道你哪里酣畅了？恭喜大唐官府弟子巨龙获得正三品武官。哇，不是，这就当官了？还变装？文官考核开始了。文官考核开始，抢答题，谁答对多谁获胜。化身四弟子巨龙申请出战。你刚刚不是大唐官府的吗？混子，孙悟空有多少根毫毛？这有点太难了吧。84000根。错错错，让我来，我选 C。啊，他竟然悟出了只要不会就选 C 这样的真理。可是这问答题啊， C 的顺序是三，他是说还得加上菩萨说的那三根毫毛。恭喜你答对了，我封二品文官。哈哈哈，我实在是太强了，你要玩受不了了。你这，而且我真受不了你了。巨龙，你来回答一下西游记的作者是谁。我选 C。 啊，在驾校遇到了教导主任。教练，我过来认车了。哦，好好好，我马上来处理啊。哎呀，好好行，那什么，我有点急事处理一下，你先在这坐一下啊。不是教练，我行吧。哎呀，这教练每天日子过得还挺滋润。哎，教练，我来取车了，先坐一会儿吧。教练主任，这是我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在这儿帮我爸看场子呢。这是你爸开的啊？是啊。那个每次戴帽子那个教练是你爸呀？啊，长得确实有点像啊。哎，那你会教学不？那个从小耳濡目染的，多多少少会那么点吧。哎呀，那可太好了，你爸太严厉了，每次给我骂够呛。哎，要不你今天带我练练车呗。在学校上学那会儿你可没少阴阳我呀，今天轮到我来治治你了吧。行啊，但是主任咱得说好啊，我教你练车那你得听我的。听我指定听。哎，但是你不会像你爸那样子骂人吧？我指定不骂，我哪敢当着你的面耍脏话呀。不愧是我的得意门生。那咱们开始吧，走，上车。哎呀，哎，教练，咱们今天学哪一科啊？教练，整错了吧，赵振主啊！今天你是教练啊？我是教练啊！我看您坐副驾驶，以为您要教我练车呢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马上换包。哎，来，放下手刹，咱们直接起步。手刹。哎呀，咋的，主任来这儿度假的哟？不好意思，没事，咱们先上路吧。主任画画应该画的不错吧？还行吧。您看您谦虚了不是，您用车轮画的这条弯弯的小溪流多好看呢。咱们练的什么项目来着？直线行驶。哎，要不行咱们还是练倒车入库吧。行，那您先自己练会儿吧。不是教练，你咋下车了呢？哦，我还年轻，我不想这么早就把命丢在您的手里。哎呀，这脑子呀。我这好像停歪了吧。哎，哪是您停歪了呀，是我们线画歪了。不行，我给您把那个框再画宽一点。啊，不用，我再来一盘子。主任你先过来休息一下吧。好，来了。来，主任先解解渴。啊，这百事升格了，太得劲了。您学车有个很大的问题，这个问题不解决啊，很难拿到驾照啊。啥问题啊？您呐，在学校当主任当惯了，老是心高气傲的，这种心态学车可不行啊。有吗？您就听我的，只要您学车的时候心态摆正，就会像这杯百事升格乐一样大气高升，百试百过。行，我听你的。对喽，来干一杯，主任，预祝你科二科三科四全都一把过。那我就借你吉言，干杯。哎，都到了啊！那个男生，你先过来跟我练吧。哎，等会儿，那个男生，这不你儿子吗？别瞎说啊！我婚都没结，上哪儿来这么大一孩子啊？少债主啊！我少债主随后变成一辆车开走了。